好，我的名字叫做张子宁，我要表演的乐器是钢琴，曲目为《丑角》，作曲者拉赫曼尼诺夫，此曲为拉赫曼尼诺夫在1892年所创作的钢琴独奏小品集的幻想小品集第四首。曲子在描述一位勾鼻子尖下巴的驼背小丑，运用了大量的和弦及八度技巧，曲子充满了诙谐风趣及浪漫风格，请大家慢慢欣赏。